好，接着站桩以后，下一个动作就是第一个动作，双手托天理三焦，这个手自然下垂，然后胯膝自然站直，然后手交叉，然后上托转，大概上托在这个膈腧的时候，这个膻中穴，然后转腕，然后往上推，眼睛往上看，然后眼睛往前，手往后，往上推，用力推，推 ，OK， 然后手放松，自然，松肩，松胯，松膝，然后肘，腕，然后接着做，然后连续这个动作连续做六次，哎。好，我给大家侧面演示一下，从站完桩这个动作，然后站起来，手下垂，然后交叉，提，转，上推，然后头下颚内收，然后肩手往上用力推，推，推。OK， 分掌，两边落下来。好，大家看我现在看我的肩背形成一个自然垂直的状态，不要撅屁股，也不要弯腰，像刚才我们讲站桩的时候的动作要求，站桩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，也是一样，和站桩的动作是一样，所以呢，要收胯，不要挺胯，不要这样。也不要摘腰啊，这个，啊 ，OK， 再继续，这个交叉叉掌，看食指啊五指这样，食指相叉，交叉起来，然后交叉完之后往上托，到这个膻中穴的时候翻掌 ，OK， 往上推的时候呢，尽可能的两边的手臂贴近我们的两侧的耳朵，然后用力往上推，然后推的时候呢，有三，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嘛，先是上焦用力往上，再是中焦往上，再是下焦啊，然后就是下焦全身往上推上去，